陈天恒一定是遇到什么麻烦了。我已经帮过他一回，总不能回回都让我去掺和他们家那点破事了。这个小署长我就不见了。哎，你给他几句鼓劲的话，让他转告陈天恒，说我忙完了这一阵儿，我一定去帮他，先稳住他们的心，看看情况再说吧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从你所说的情况看，陈天龙的年龄、他的偏好、他对白大堂的态度，的确符合太太那个猎人的特征。可惜那张相片被太叔取走了。我记得相片上的人很年轻，还戴着一副墨镜。啊，如果真像你推测的那样，郑天龙就是那个秦氏，那么我做他的策反工作应该会容易一些。不过这些日子我看出，郑天龙对任何政府都很敌视，排斥招安。但是如果能利用他对陈天恒和刘子光的私仇，有朝一日被法军攻打江州城，他兴许能起到作用。你看，我留在白大堂还是有用的吧？这是两码事，你在这儿只会让我分心。你都能想出办法到这里来看我，我就没什么可怕的了。你不要劝我了，除非你可以悄悄地抓走陈天恒。你怎么像个小孩一样了？我有任务呀，我怎么能那么做呢？那你就当我在这里配合你执行任务好不好？你投奔了北伐军，我真的太高兴了。你知道吗？那天分开以后，我天天都在想你，好几次勺都看出来我在走神。我真的忍不住想告诉他，你还没有死。小姐，我刚去厨房还找你呢，来了个送货的，我让他帮忙把里面理了理。你是挑夫？不像啊。小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让你陪我去趟镇上，雪骑马该换副马掌了，正好你陪我说说话，散散心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是联系人吗？啊。不是，我刚来临溪没几天，给人家帮帮工。小姐，我们走吧。你喝了水就走啊。哎。吴妈刚才还问呢，那些宾客咱们真的不请了？不请了，索性怎么简单怎么来吧。哟，妹妹，还出来溜达呢？怎么不忙着准备嫁妆？我爷爷没收你喜帖，这下丢人现眼了吧？一边去，我懒得搭理。哟，这有了男人就是不一样了，连脾气都长了。我以前就这脾气，你是不知道我还是装傻呀？别这么横，你家那堆破事儿你还不知愁呢？你家才一堆破事儿。还瞧你这破样子，抽大烟怎么没把你抽死啊？让开！是阿泰让你们来监视我的。小姐和表少爷吩咐过，
您不能出百德堂，不能到太太那院。老爷，我是个下人，您别让我为难。阿山，我不难为你，我只是在院子里面随便走走。会，会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玉儿给了我自由，可我还是个囚犯。阿山，你先下去吧。老爷，您现在已经很自由了，只要您愿意，您还可以请那些江州的朋友为您撑腰，替您彻底摆脱困境。我不是仗势欺人的人，除非是迫不得已。我曾经跟你说过那么多的肺腑之言，我以为我们应该是知己了。我被关起来的时候，肯定又有人在你面前说了我很多坏话。老子说过，大成若缺，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。人的有限注定了他的残缺，然而真实的残缺往往胜过虚假的完美，所以我不想再做任何辩解。我只是个丫鬟，我无法辨别主子们做人的标准。我只是想查明我爹娘被杀的真相。照你这么说，刘导演让你吃了闭门羹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刘导演确实功名在身，但他特意派王秘书见了我一面，对我很尊重的。都到这份上了，他们俩应该是坦诚相见嘛，有一是一，有二就是二啊。我们应该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刘导演还管不管程天恒啊？你得让我心里有数嘛，我不能白花这1000块大洋啊。你听我慢慢说啊，那天我刚去的时候吧，我盼着你回来，结果你云山雾罩的讲了一大堆废话啊。你是不是怕无功而返，我找你讨要回这1000块大洋啊？你放心，我不会。王秘书的意思啊，程天恒和楚念奇终究是夫妻，刘导演总不能跑来把楚念奇枪毙了吧？终归还有法律在那摆着呢。他们都是滑头。不过王秘书说了，让程天恒不要灰心，他可以和楚念奇打官司吗？这官司要归到了江州道，接下来的事情刘导演就全包了。屁话，现在程天恒被关在了百德堂，是寸步难行，让他到哪儿打官司去啊？我最近太忙了，程天恒那些事我没时间再过问了，回头有空我请你吃饭，告辞了。你好混蛋。您上次说太太和郑天龙有什么关系，您是不是知道什么？具体的事我并不清楚，也许除了念琪，只有阿泰知道。太叔。灰丫头，你这是？哦，小姐想吃点点心，我出去给她买了。哦，刚才她跟你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就是问问小姐在做什么。哦，是这样。我听吴妈说，来了一个送杂货的，你和她说了好半天话呢。哦，我就是让她帮忙把柴房理了理。我们没有说什么。灰丫头，我再叮嘱你一句，你见过八卦阵吗？几个人撒在里面
一时半会儿谁也碰不到谁。可是他们能听见彼此的声音，有的时候还能看见彼此的影子。白德堂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你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你在干什么，只要你一走动就会有声响。所以啊，要加倍小心。我记住了。不管你有什么举动，一定要等太太走了以后再出手。病虎也是虎啊，千万不要在最后的关头伤了自己。再睡会儿吧，家里都安生着呢。嗯，喜帖是不是都发出去了？都发出去了。府里的人，我以前对他们不薄的，怎么到现在连个道喜的人也没有啊？嗯，他们下午来过了。那怎么不来接我呢？他们本来想进来，被小姐挡住了。一是怕打扰您休息，二是怕让他们看见您不舒坦的样子。不舒坦的样子，曲丫头。我是快要死的样子吗？不是不是，您不是一直不想让人家知道您得病的事儿吗？他们早就知道我生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，你们就糊弄我吧。我现在那时候的力气也没有了，谁都不怕我了，对吗？曲丫头，哎，佛前，快，在堂上上下下都敬着您，都尽心伺候您了。天不是快要亮了吗？太叔，去操持陈规，我要听听大伙的声音。
各归各位，勤勉用功。别叫。太太陈安，小姐陈安。嗯，徐丫头啊，其实这都是摆摆样子的事情，摆了几十年了，其实没有人真心给我问安的。不是这样的，太太，不是的。你不是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。辉和少也是，太叔也是，喜子也是啊。哼，我站不起来也下不了地，他们就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以为我糊涂了，他们是在糊弄我。我也不怪罪他们，只要他们能帮着小姐掌家，我什么话我都不说了。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没有啊，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你这一晚上啊，总在哼哼小曲子，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，我教你一首诗歌吧。嗯。我给你我的手，我给你我的爱，它比金钱更珍贵。我给你我的整个身心，在神明与法律面前，你是否给我你的整个身心？你愿否与我携手同行？你愿否与我永生相爱，永失忠贞？太好听了。这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一首诗，叫《大陆之歌》。少，你只要坚持认字，不到一年，我相信你就可以自己读这些诗歌了。我给你我的手，我给你我的爱，它比金钱更珍贵。哇，你真聪明，你这么快就学会了。我觉得他就像是在说我的心里话。我教你写这首诗吧，这样有机会你就可以写给楚云飞看了。我才不呢，我要写给我自己看。好吧，看来。我这个字呢？你。吃饭了。哎呀，让玉儿亲自照顾我。玉儿，明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了，家里迎来送往的事很多，你就不要费心照顾我了。没什么事儿，那些外人我都不请了，明天就咱们大屋上上下下一起吃顿饭。怎么，二叔公和族亲他们都不来？他们不愿意来，我还不愿意请呢。正好我和云飞也不想把场面搞得那么张扬，我已经告诉太叔了，干脆连镇上旁亲大户也不请了。我结婚是为了让娘高兴，有个仪式就行了，到时候我再跟娘解释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娘也说不了什么了。嗯，可是如果没有人来捧场，你娘会很失望的，这样怕是不妥吧？
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情。您这么想啊？是啊，我和你娘终究是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再说他时日不多了，我还是希望他不要带着遗憾离去。爹爹就是这样的人，宁可他人负我，不可我负他人。你这么为娘着想，怎么就不能把这些话当着娘的面说呢？他固执偏狭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，即便是为他好，他也会认为我是在耍什么阴谋。我不说了。灰丫头啊，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会儿话。太太您说吧，我听着。都说一个家里要生有五男两女，那是最大的福分，那得是上几辈人积德才行啊。百德堂即百德了嘛，四代单传不见难定。我要是有个儿子，何至于这么急着催孕儿成亲呢？我想了，等过几天我到了九泉之下，要是见到了齐奶奶，她肯定要问我，百德堂有男丁继承家业吗？太太您别这么想。你们呢都用这话劝我。灰丫头，你跟我说句心里话，允儿和宝六能好好的过下去吗？他们明天就要结婚了，这不是了了您的愿了吗？那你说这两天他们有没有在一起好好的相处啊？处出你说的那种感情了吗？太太，感情的事情需要慢慢培养，这个着急不了。不过您放心吧，他们知道孝敬您，知道要好好的打理百德堂。嗯，那他们是不是打心眼里认可这桩婚事呢？玉儿，爹爹想的跟你一样啊，咱得让你娘高高兴兴的看着你和云飞结婚。要不这样，如果你不愿意去见族长他们，我出面去请你。结婚族里的人都不来参加婚礼，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啊。您别去，本来我对结婚就有抵触情绪，摆那么大的场面有什么用啊？再有我也不愿意您和族长他们有来往，我不喜欢他们，还有江州的那些官员，百德堂的事用不着他们管。爹爹，我想了，您不是总说起年轻时的心愿吗？没能出国留学。等娘走了以后，我送您出国，您到外面游历几年，需要多少费用，我供着您。玉儿，没想到爹爹没能送你去念书，他反过来要享玉儿的福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你愿意去哪儿，我就送您到哪儿。玉儿，你真是长大了，懂事了，爹爹真高兴。不过这事不急，这是件大事，让爹爹回头再考虑考虑。爹爹倒是想听听你的打算，你不是要改造百德堂吗？肯定有很多的计划，来说来爹爹听听。不瞒你说呀，当年我成亲那会儿，多少次想逃出百德堂远走高飞。女人呐，尤其是百德堂的女人，走不出这一步的。那您想逃到哪儿去？是一个人逃吗？可后来我还是跟陈天恒过了这么些年，现在跟他闹成这个样子，我就担心玉儿和宝六他们以后会不会也像我们这样。您既然已经想到这儿了，那您干嘛？那您现在的意思呢？你说我要是答应取消这场婚礼呢？
真的。让韵儿和宝六成亲，原本是为了对付陈天恒的。哎呀，闹来闹去，闹得我的脑子都脑乱了，病也重了，韵儿还记恨我。现在陈天恒的名分已经没有了，被幽禁起来了，我还对付他干什么呢？您真的这么想啊？嗯，我想好了，不再逼着他们俩了。只是结婚的喜帖已经发出去了，别人都上门道喜了，就等着喝喜酒呢。我要是悔婚了，别人要笑话的，又说不出个缘由来，那韵儿以后的名声也就毁了。这个您不用担心。我不用担心什么？太太，我实话跟您说吧，那些喜帖啊就没有发出去。一开始让家丁他们去送，组长他们都不想来，后来小姐说了，干脆连旁县的人家也不请了，明天就咱们自己人。果然是在糊弄我。菊丫头，把太叔给我叫来。太太，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原来就是为了套我的话。在百德堂里开办女子学校，好，志向远大。哎，比起百德堂诸位女主人，你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爹爹深感欣慰啊。所以说，您就放心的去做您想做的事吧。有慧和韶他们帮我，百德堂一定会有新面貌的。嗯，那云飞有什么打算？他想去上海。哦，是是，他应该回上海继续他的学业。不是，娘想让他管理私厂。私厂？我索性就全告诉您吧。娘想要把私厂赎回来，交给云飞经营。啊，是这样啊，那我就不便多问了，避嫌避嫌。您别多心，您要是想问什么，我告诉您，我没有什么好背着您的。太叔，连你也开始骗我了。我真是众叛亲离了吗？太太，都是您逼得身边的人不敢说真话。就拿刚才的事情来说，您一直想办法在套我的话。灰丫头，闭嘴。让我说。不要说了。太太，阿泰知罪。我倒要听听灰丫头怎么说。太太，如果您真的觉察出有什么不对，您为什么不直接问我？我直接问，你能说真话吗？您如果是一个开明的主人，身边的人当然会说实话。小姐和表少爷到底有没有感情，其实您心里清清楚楚的。您牺牲他们个人的幸福，就是为了保住百德堂。恕我直言，您现在重病在身，许多想法都是病态的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大家当然会尽量的去迁就您，这一切就是为了让您高兴。太叔，我是不是不得人心了？太太，小姐和表少爷确实是一片孝心，阿泰瞒着您也是为了让您放心。慧丫头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，要处置，您就处置阿泰吧。菊丫头，去把太叔扶起来。太叔，
是。太叔啊，我没想到你也不听我的话了。太太，大伙都听您的话，都听您的话呀。玉儿，办学校不光要有房子，还要有老师、资金。啊，对了，你娘把家里的钱都交给你了吗？没有，我不着急，她终究会给我的。啊，那是肯定的。不过，早做准备要好，心里有数啊。爹爹，你总说让我提防太叔，可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贪钱的人，他对娘忠心耿耿。只是思想老旧罢了。昨天我就觉察事情不对了。我不是不想问你，话要是从你嘴里说出来，你又该得罪韵儿了。我知道你在韵儿面前很为难。让太太费心了。其实慧丫头刚才的话您不用放在心上。我放在心上又能怎么样呢？他说还有什么事情都说出来吧。我也不瞒你了，小姐把老爷从回春楼放出来了，不过小姐知道分寸，不让他出百德堂，不让他到这个院打扰您。允儿啊，阿泰劝不住小姐，阿泰知罪，阿泰该死。太叔，你坐吧。我不怪你，我知道你尽力了，我也没有办法怪允儿。是换了别人家，当女儿的对爹爹这么用心良苦，还尽力的给爹娘说和，做娘的还不知道该有多高兴。是啊，有时候我一想起小姐的苦心，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太叔啊，我知道月儿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，我替她给你赔不是了，你别怪她。太太严重了，阿泰不敢。这两天家丁轮班们监视我，昨天是阿山，今天是赵喜。是吗？我怎么没看见？一会儿我就把他们都赶走。这个太叔，你小心提防他吧。爹爹，不说这个了，你既然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就安安稳稳的歇着，什么事都不用操心。你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只管说话。我只要我韵儿高兴，梦想成真，实现他远大的目标。爹爹，那您歇着吧，我先过去了。嗯，好。赵喜，我再告诉你最后一次，除了守住大门，不许监视这个监视那个，你听到了吗？听见了，赶快走。
你别多想了，小姐。太太简直太精明了，她千方百计的套我的话。没事，你不用自责了。我又不是不知道娘的为人。太太知道你们不是心甘情愿的要结婚，这次肯定要按照她的意思大办婚礼了。大办就大办，他想怎么着都行，我都听他的。明天的婚礼一定要大办，你亲自去送喜帖，再去请一次二叔公。要是他实在不肯来，那些族亲长老必须要请到，还有镇上的大户人家。是，我这就去张罗。可是老爷那边怎么办？云儿要把他放出来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陈天恒要的是钱，只要钱没到手，他还不敢怎么样。他说，百德堂的家底子你都知道的，除了手头上几十万银票以外，百德堂几辈人积攒下来的财富我都陆陆续续地存到洋行里了。太太，您不用跟我说这些。除了这些，还有1500亩水田的地契和这大屋的房契，等我和陈天恒死了以后，你再把这些交给韵儿。太太，阿泰一定不负您的重托。太叔，一定要记住，等我和陈天恒死了以后。是。你在这边见机行动，但是时间紧迫，北伐军已经打到湖南了，目前战事并不顺利。孙传芳又调来一个旅驻扎荆州，我现在实感力量不足啊。如果你能尽快的策反郑天龙，然后带着他的人马以难民的身份潜入江州，到时候我们接应大部队就会减少一些牺牲。这个我明白。好吧，你赶快回去啊。行。哎，对了，
告诉苏小姐，注意安全。他太拧了，不达目的从不罢休。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匆匆忙忙，来不及多说。大哥，小弟说句没出息的话，除了想着其余的事儿，就想着儿女情长，正常。好在时间不会太久，等大事成功，我给你们操办婚礼。好，自然好。好，走了，再见，你保重。嗯。